张教主，这是要不辞而别吗？正聊得尽兴，怎么说走就走？赵姑娘，向你借株花草。我还没有答应你。张教主，男女授受不亲，你抓着我的手想干什么呀？把我都洗拉窗了。我知道你对我始终是不放心，所以我先替你尝一口。可心在流泪之谜，我送给人的东西从来都没有要回来。我不许你送给那个俏丫鬟。不像一个奇迹，世间父爱已光芒。都说了喊了没有用吧？你们还不还走？又哭又笑。张教主万般好，就是太多情，心又软啊，恐怕呀，将来是要栽在女孩子手上的。到底想干嘛？其实我最大的兴趣不在江湖，而是在人。这人心可比江湖复杂而有趣的多了。怎么，张教主不喜欢我这样的女魔头啊？你看我跟她相比，谁比较美啊？当然是你啊。那要是明天我死了，你心里会怎么想？你是不是会想，谢天谢地啊，这个刁钻恶毒的女人总算死了，今后可免了不少麻烦。不，我才不希望你死，一点也不。你为什么要跟我坦白这些？你以为呢？你干嘛咬我？当年你咬一姑娘那口那么深，你咬的深，她记得也深。我也要重重的咬你一口，让你这辈子永远都记得我。你可千万要小心，别着了我的道。我只是提醒张大教主，你不要忘记，我是武林中人，闻之丧胆的女魔头。你是蒙古郡主，而我却是明教教主。回道中府之后，我们还是敌人，不应该走这么近的。张无忌，你醒了。即使永远找不出真相，我也绝对相信你。